别意境。中国艺术家自成冰雪山川画派，将大山大水的雪地风光列于纸上，让看似一片白色世界的景观透过巧妙技法呈现多元的静谧风光。时光新闻记者赖一荣台北采访报道。观世首日法会盛，也让大众心生欢喜。佛恩寺水陆法会殊胜庄严，让众生心生欢喜心。我非常感恩我们佛恩寺那个师父办这场水陆法会，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六天的时间到圆满，从开始洒净到圆满，能够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。对，那在整个过程中，我发现到我们师父真的是非常